银发族的未来，天马行空，超想象。65岁以后，你觉得你自己预料还要不要工作？省吃俭用应该还是可以过。人生都会死亡嘛，我想要开设就是教导老人如何去面对死亡的心灵套装课程。这还需要你教吗？林毅杰分享他征战世界尽头的勇气。长跑这件事情，其实他是该跟自己自我对话。我没有想过失败这两个字。每周一至周三晚上11点，请准时锁定公共电视台《世界这样说》。